王松山居士，男，河南许昌人，于2001年6月16日下午到东天目山昭明寺，17日上午11时35分往生，享年67岁。王居士出身普通农民家庭，务过农，做过工。他一生乐善好施，利人为怀，生性淳厚，少欲知足，生活简朴，上进下和，宽厚待人。入佛门以来，依照净空老法师教诲，老实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心向道，身心清净。近一月来，他多次督促家人要来东天目山，一路上精力充沛，法喜充满。见了齐书平居士，第一句话就说：“我到东天目山往生来了。”他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自在往生，面带笑容，全身柔软，种种瑞相不可思议。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我们衷心祝愿王松山居士莲台高登，见佛闻法，诚愿再来广化友情。最近几天，王松山老先生预知时至从河南到我们东天目山来往生这个事，在我们山上的修学的同学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给我们同学以很大的激励。请你谈一下当时王松山来东天目山往生的前一天找你和何姐谈话的这个情况，请你谈一下好吗？好，他这个情况是这样啊，这个他的老婆带着这个王松山走到我的房间，我看着王松山长了一个大个子，高高的，他跟我讲我是来往生的你给我皈依。我当时呢由于工作忙，我就说了，我说皈依嘛，我给你，你要皈依净空法师我把皈依证书给你，我给你写好，你跪到佛菩萨面前恭恭敬敬地读三遍就可以了。他说好，我把皈依证给他写好以后你就给他了，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他说他来往生的那么我下了山以后呢他的意思也不光是他一个，杨主任意思你给大家你这个讲一讲这个东天目山修行的情况、目的、意义那我就说了，我说目的意义呢我也讲不了什么，但是呢我可以呢谈谈体会给你们讲讲故事。那我到了晚上呢，我就开始给他这个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讲娑婆世界的苦要念佛，要了脱生死，摆脱六道轮回，要自己你读自己，自己读自己实力到个起个好地方。我讲了总共一个半小时，他呢跟我面对面的，他听着我非常欢喜，听得你津津有味，认定的两个眼盯着我讲完了以后这个一个半小时讲好了，他呢欢喜，非常欢喜，他就去拜佛去了。拜佛到第二天，是谁来？是个女的声音，他叫你往松山找你，叫你给他助念。我心里想啊，开什么玩笑啊，活蹦乱跳的就助念了松山上下来就给助念了，我想跟人有毛病的但我没有放在心上，他已经预知时至，这一点我自己忽视了那么我就管自己吃饭，吃完了饭以后呢，我呀自己就上山了。上山呢，刚走到这个半山，从山当中这个往这个五里厅这个地方的，走了五里厅下面的一半，一个小区居士
咚咚咚咚咚咚追上来了，他叫王居山，往生了赞助组的。我说啊，往生了赞助组的，哎，他说非常潇洒，在那里摆佛。他说后来嘛，到了大厅里，衣服想着往下一脱，一个弟兄弟师傅说：“你怎么好脱衣服啊？别感冒了。”啊，他就这样站着我就走了，因为大家呢不理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我说算了算了，你赶快回去给他煮念。到此呢我就上山了，往下呢就是派人给他煮念，我就这一段。阿弥。
下面请当家师为新法身居士王松山
是发愿不可思议啊，佛的救度不可思议。那么今天我们有缘相聚啊，大家呢互相的关心，互相爱护，互相的帮助，成就我们的道业。下面呢有咱们的主法法师陆海法师讲几句话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莲池海会的大菩萨们，阿弥陀佛，宿世的因缘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几天大家参加充电都非常的辛苦，但是充电的意义非常的深远。佛菩萨三转法轮，劝转、示转、做正转，老居士的往生给我们做了证明，往生真实不虚，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在这两三天充电当中，有许多的对象相继出现，有闻到异香的，有看到佛光的，这一切都增长了大家的信心。大家知道上院西方一号工程今天奠基，此时此刻我们向老居士遗体告别，这一切显示了东天目山不可思议，将来在东天目山像老居士这样往生的一定会是很多。诚如其居士所讲，东天目山是佛菩萨往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设的接引站，希望我们积此殊胜的因缘，坚定信心，将来同往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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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下面有居士代表杨主任啊，给大家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今天对镜头，是王松山老居士往生的大喜日子，我们在这里给他送行，希望他成佛之后赶快回来接我们。老居士的往生又一次的证实了佛法真是不虚，是阿弥陀佛讲的千真万确，净空老法师让我们真干，确实干出成效来了。王松山老居士就是最后的证明，他的往生首先说明了他是预知失智，他在家而且几次催着他老伴儿赶快到东天目山来，这一个证实。到这儿之后见了七居士，第一句话就给七居士说，我到东天目山来往生来了。哎，他在那个外边那个树下呀，在那边拜阿弥陀佛的时候，在场的毛居士看着清清楚楚的西方三圣来接来了，咱们还有一位周师兄的周居士，他看到那个湖光也来了，说这都充分证实了，哎，这是真实的。而且老人家走的时候身无病苦，你看他顷刻之间哎就往上走了啊，身无病苦这一条证实了，与之失智证实了，心不贪恋意不颠倒也证实了，就是说无量寿经上讲的他全部兑现了。七居士讲啊，今天上午七居士才讲，他是到东天目山给我们表演来了，让我们今后啊都向他学习，咱们各打各的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下面请家属啊，代表来讲几句话啊。阿弥陀佛，来来来，阿弥陀佛，来讲几句话。啊，这是他的，您今天是他的出家女士，我是他的大女儿。啊，他大女儿出家了。啊，阿弥陀佛，您代表你家属，家里讲几句话。我这一次作为我父亲的女儿，我感到我父亲姻缘这么殊胜，我心里很感动，感谢大家对我父亲这么多的帮助，帮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愿我父亲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道驾慈航，接引我们将来，同往西方极乐世界，同名妙音如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你准备？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首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肖景华。你是河南人啊？啊，河南许昌的。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是几号？农历是25。农历25来的。啊，4月25。啊，您就把您老伴儿往生的情况、学佛的情况，还他求往生情况，你简单说一说啊。因为辞过来啊。啊，你们不要紧张。阿弥陀佛，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先谢谢我们东天母所有的法师、各位大德、小居士们，向你们真正的谢谢啊！你们大家帮助我们全家共同大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阿弥陀佛。再讲是烟火的事儿。他与王山与去年前年个，就是我们的净土净空老恩师的磁带《无量寿经》，他看了以后很有启发。他有佛缘，也那时候结下佛缘以后，于去年6月29皈依。皈了依以后，经常就是晚上或者平常。我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讲，我也不会讲。我说我们就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呢，进行的就是80岁老翁也会念，3岁的小孩也会学。我就照着老恩师这样讲的，这是一条。还有说的啥呢？我们要是念佛的时候，不在多少，只在造心的清净。我的咱平常多念，你不要管我，你好好念你的吧。我一催他念佛，经常就是加持他。他说：“你好好念吧，你不好好念，将来你往生没法。”他也是加持我的，我也知道。可是呢，我的咱都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你好好念你的吧，你不得了了，加持的很一点，紧紧的很一点，也是中品，不然我中品也去了。我说他，我没有跟他说这三品往生的。我你说的怪点，你呢？我上品上生，我一。居士们可多也知道，他经常这样说。哎，我一说上品上乘，您说的那么容易，走着看。他半年前都说过这，台别3个月以前也这样说，台别就是最近1个月之前，基本上就3天5天一催着上天目山，非要上天目山。我那山那里头，啊，我山上爬个里头，那我得去，非要去。台别这几天的，一天天催，天天催，去到以后。那欢喜的书生的呀，咦，阿弥陀佛！洗澡以后，俺俩先搁那的，也没有上大殿，就搁那地下，一拜给天目山发愿，给我们的三宝弟子结个发愿，给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未来的福结个发愿。阿弥陀佛。我没有什么。他来之前，我接待的很健康，他老公。哎对了，我们来时候啊，他一点个一手点一个皮包，一个皮包总是那衣服毛衣啥，我怕在山上冷，总是有20-30斤，2个有50-60斤。他点着能跑，可远等了上车跑啊。本来从许昌到这会儿1300多公里吧，他都照样走。一晚上成夜不睡觉，精神发起充满，可高兴。来到以后，一很白很白。很拜佛，咦，高兴的呀！大家也不在我说，大家师傅们、同学们都见了。来到晚上也是很念佛，很念佛，高兴的。哎呀，他见每个师傅们、居士们、同学们，我来往生来了。他不过就是我来往生来了。我来往生来了。他见谁都那样讲。他见谁都是我来往生来了。他平常这样说，我不在意。佛菩萨示现是做正转，三转法轮，像当家师刚才说的做正转，这个就是做正转，给大家看真干真实，这才是真实。他向来一个头疼病，一个土霉素从来没有吃过。啊，他身体都就这样讲。三宝加持。这一次呢，一说往生西方极乐，蒙毅呢，我也是跟大家一样，
壮谢谢大家同修各位法师大德们帮助，在他的法院殊胜相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我希望咱们大家的念佛回向，叫他的品位上升，咱们共同随住他，他先走一步，我们大家跟他一起上西方极乐世界。念佛，送他到求佛菩萨加倍。大家一起念佛啊！来，一起为众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上有好人的找舍利方，舍利方，人就再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千经万论处处指归，都教我们专精念佛求生净土。王居士往生示显给我们，要看破放下，老实真干，依教奉行，把握一生短暂宝贵的生命，完成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念佛成佛，同生极乐。南无阿弥陀佛。